消耗预算，消耗预算哦，这真的是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，可能是很难理解为什么预算要消化，你预算不是应该花在刀口上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很多时间是在消耗预算，在想说我们的执行率要多高多高，然后赶快去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哦，所以这其实是，民主制度过程民主的那个一个黑暗面啊，就是就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哦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司部门的各位啊，或是说你认识的朋友可能都为了一点点钱啊，都卡在那边非常难过。可是公部门啊，预算其实是很腐烂的哦。那我自己现在担任行政主管啊，我也知道说很多钱都不晓得花，不晓得怎么花，然后想要花的地方没地方花，但是不想花的时候，为了冲那个执行率，然后拼命乱花，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参与式的预算，虽然说过程是非常繁复的，或者是要又要有方案啊，又要去动员，不是动员啊，就请大家出来投票啊。那其实比起由上而下，然后再决定来决定，好像繁复了一些哦。但是我想这样才会让我们每分钱都在刀口上哦。那我想我就在这里打住哦，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，然后酝酿一下你等下提的问题，好，然后我们等下就开放，不管你对于这个参与式预算的理念啊，或是说实际的执行可能性啊，都可以提出来跟那个李老师对谈。好，那我就先到这边，请大家休息一下，谢谢。
稍微拖了一下，其实我们那个。